中国2017年统计结果显示，三高人群已经超过5.2亿，占人口总数的33%，癌症患者占全球癌症患者总数的40%，罹患癌症几率高达22%。美国科林坎贝尔博士在实验中证实，人类之所以接触到可能致癌、致三高的环境荷尔蒙，90%到95%是因为吃了动物性食品。全民饮食、全民健康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。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。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，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让人民吃得放心。习主席说，全面取消以药养医，坚持预防为主，从事大健康养生事业，造福人民，功德无量。23载专注中国豆品深加工，中古道全素精载誉问世。国家杂粮技术研究中心曹龙奎主任带领团队全程研发品控，联手打造29个生产种植基地，从源头保证产品质量。近百种来自黑土地的弱碱性食材，国内最大的五谷深加工基地生产制造，原材料进场经23道项目检测，国内第一家28道出口婴儿食品生产工艺制造。我们这有近1000平的化验室，共有数10项的检测，可以达到了出口婴儿食品的检测标准，就真正的能把一个放心的食品送到每一位消费者的手里。核心技术，浆渣分离，高速分离机甩出食材多余的粗纤维等无营养部分，留下食材营养精华，瞬间灭霉，145度3秒钟杀菌灭霉技术，使食材中的尿素酶全部呈阴性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营养成分。三道均质，所有生产设备全程由电脑数控系统操作，通过高压均质打破食材的脂肪和蛋白球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、膳食纤维，让营养成分重新组合，让产品达到更易人体吸收。近百种弱碱性食材，富含人体每天所需40种营养素、18种氨基酸，均衡所需营养，告别亚健康。中古道全素精通过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 CMA 的认证，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认可委员会 CNAS 的认证，通过了国际上70多个国家承认的权威监测机构普尼检测认证，通过了全球最严格的食品检测机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检测认证。已获得2项食品功能性专利，一、改善睡眠、宁心安神、健脑益智食品的专利；二、润肠通便、滋润五脏、绿色营养食品的专利。拥有中国人寿、中国平安双重保险公司对产品质量的承保。全素清这款产品呢，能够满足人体的所有必需的营养成分，是代表健康天下华人这个使命，真正的为中华民族健康来贡献出我们企业的力量。今天取得黑龙江省第一家白谷素食方便粥世界各国出口权，已经远销海外，享誉全球。中古道全素精承载国民健康的伟大使命而来，让中国粮健康世界，让中国造影响世界。